你这块玉是什么朝代的？这当然了，这是祖传的宝剑呢。幸亏只是研究啊，镇长有许多玉器。我的，你的，我的，你的，这不好，这是我的，你的，这也不好，应该是我的。最后一个了啊，咱们分完了。这都不好，都应该是我的。对不起了啊。你呀、啊，我是我。哼，哎，你干什么？打坐。我也打你。你刚才弄的那些道具，害我差点露出了马脚。你说是装装样子的，你又没说拿出来给人家看。你说要就要，我找到了书跟剑，还算我有本事。哼，你找到了书剑。我现在跟你是书剑恩仇录，那我刚才差点出洋相，那应该怎么算？嗯，哎，哎，那镇长也没什么可疑之处啊。嗯，是是，没可疑之处。嗯，没什么可疑之处。这个铜板没有主啊。有这么多钱呢、捡的。你说什么钱有的捡呢？小子，你以为真的有钱捡？你从哪儿弄来的？钱来自有方，你管不着。那我是富贵逼人来了，哼，平分呢，没得商量。你们俩干什么？队长，钱啊，钱，钱，钱啊！你们两个胆子都不小啊，居然谋财害命！是是，谋财害，绑起来。